理想大力自制的中秋礼盒，杏仁菠萝蛋黄酥枫月饼礼盒，以创意的手法为传统糕点打造全新的风味，尚未正式推出就已经掀起订购潮。由点心房主厨柔和中西饼皮的技巧，佐以咸甜的风味馅料，创新与传统并存，打造全新的蛋黄酥风味。由理想大地点心房主厨近年研发的杏仁菠萝蛋黄酥枫月饼礼盒，特制的杏仁菠萝蛋黄酥表面以法式布勒塔尼手法结合传统菠萝皮制作观念，建构丰富外观，而内里则是选用台湾自产黄金咸蛋黄以及屏东严选乌豆沙，酥脆的口感咬下去后咸甜交融的细致风味，仿佛在舌尖上跳舞一般。那我们今年的蛋黄酥啊，这个蛋黄在处理上面是非常繁琐的。那我们用的是屏东的红土鸭蛋。那在鸭蛋处理之后，我们会准备一盆高粱酒。那这高粱酒必须去做一个杀菌、去腥以及软化鸭蛋一个动作。那我们会把蛋黄把它打出来之后，然后不清洗，然后做一个用酒去做一个去腥的动作。枫月饼、杏仁菠萝蛋黄酥中秋礼盒，多种新口味，让防疫期间无法外出烤肉的大家，却可以在家享用理想大地精致的手工月饼。我们这次推出了三种组合，第一个是九颗全部都是杏仁蛋黄酥，那另外一个呢是六颗蛋黄酥，再加上三种口味的一个枫月饼，或者是六种口味的枫月饼，加上三颗的蛋黄酥。那这样的一个组合呢，非常的灵活。那消费者呢可以去选择喜欢蜂巢糕的口味的，那你就可以选择枫月饼多一点的。那喜欢我们这一次特别点心房精心制作的杏仁菠萝蛋黄酥的部分呢，您就可以选择多一点蛋黄酥。那组合非常的多元哈。那费用呢，从680、780到880。那记得哦。8月21号之前订购有打八折。最新研发的理想杏仁菠萝蛋黄酥，以法式布列塔尼手法结合传统菠萝皮制作方式，最后撒上大量清烤香甜的杏仁片，酥脆的口感也欢迎乡亲来预购。记者林杰，寿丰乡采访报道。